欢迎小凯跟我们共赴这场味全 A 加的自然寻之旅，掌声欢迎小凯。Hello， 先和大家打声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味全乳品品牌代言人王俊凯。欢迎小凯啊！接下来到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感觉就像是回到了那个田园牧场？对，很轻松，然后感觉空气都很清新。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小凯和直播间的各位，我们一起来云打卡一下属于味全的 A 加牧场。没问题，先来分享一下吧。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就是最近的近况。最近是刚刚杀进了一个项目，然后呢，日常中其实也会穿插着一些后面跟大家一块儿也会见面的。我估计大家应该很快就会知道，先期待一下吧。可以，先期待一下。但我真的就是因为上一次见面，就感觉距离现在，我就感觉小凯好像多了一个身份，哎，好像像魔术师。哦，因为感觉越变越帅气了。哎。好，那其实各位，我发现小凯身边有一头可爱的牛牛啊，这个今天这头牛牛也将会陪伴我们啊，贯穿整个这个牧场。所以说现在怎么样，就是有没有提前了解一下今天会有哪些体验？当然，其实听说了，来的时候就听说在这里将发起一场浓缩版的味全 A 加自然寻迹之旅。嗯，哎，听这个名字，哎，就感觉就很神秘，很想探索一下。是的，而且。探寻味全牛乳是从牧场到餐桌，它是每一步的历程都有的。嗯，所以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好奇。是，而且其实小凯自己就很喜欢喝牛奶。对对对。那今天咱们在这边，来好好的探寻一下，究竟喝到我们口中的牛奶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嗯、那刚刚其实说到 A 加，哎，就是小凯，你觉得 A 加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 ，A 加首先肯定是代表了品质，是、嗯，还有它的一种坚持的一种精神，嗯，对吧？它不仅仅应该只是一个结果，它还是有味全品牌对于产品品质精益求精的这种执着的追求。哇，那如果这么说，我觉得 A 加其实也可以来形容小凯，因为无论是作品、舞台，还是每一次和大家见面，都在精益求精，实现更棒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让大家通过屏幕感受到味全一直在通过努力，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 A 加级别的好品牌。所以说，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限量版本的味全微缩牧场种植立体拼图，大家回去也可以自己打造属于自己的味全 A 加牧场。那接下来，其实今天我们这一趟这个自然寻迹之旅，其实有很多的关卡，嗯，非常非常的大啊！你听听，咱们这个说来就来，任务来了，没问题。今天只要听到这个铃声，就代表着任务来了。有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好，第一个任务卡来说一下，味全乳品从牧场到餐桌一共需要十多道工序，而在牧场当中呢，看似简单的两道工序，但是却从挤奶和挤乳车到场，其实背后呢，都在我们的味全之选牧场当中传递了 A 加级培育理念。那小凯，我们在身后的牧场当中为你预藏了三个和 A 加级培育理念有关的信息卡，然后你需要找到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获取微缩牧场的第一个片段，就是我们的草籽，这很重要，好不好？也就是说，在我们身后，现在你需要寻宝，找一找有这个神秘的东西。找东西，哎，这很明显啊，这个。哎呀 ，SQF 国际认证，这家伙这一下就找到了我们最中间最核心的这个，还有它这个多项指标严于欧盟标准。第二，天哪，我们编导藏了三天三夜，一下被你找到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想一想。还有一个三个区域，还有个区域没找。在这儿。哎呀，这家730天慢牧慢养，一下就被你找见了啊！那我们这样逐一来分享一下。嗯、首先我们刚刚看到了730天慢牧慢养、哎，这个其实和大家分享，就是在我们味全的甄选牧场当中，其实这些奶牛都是慢悠悠生活。是的，这比咱们过得了好多了。他们每天只有3%的时间是在工作，97%都在摸鱼。相当于这边牛就是每天晒太阳，然后很享受吃草，吃草，然后就是3%的时间拿出来工作，是多悠闲啊！啊，所以产出来的奶质才好啊，还好，对, 对啊，这个没有那么高的压力，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个啊，哎，我们这个是多项指标严于欧盟标准，其实这个要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个标准就是菌落总数，因为我们要喝到口中的，其实这个菌落总数是很重要的。那欧盟标准呢，它是要小于等于10万 CFU 每毫升，但是我们味全甄选牧场所产出来的牛乳
绝对是比这个还要更棒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厉害的。还有一个 SQF 国际认证， SQF 国际认证，这个呢跟大家科普一下， SQF 就是食品行业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是完完全全拿到了安全与质量标准的体系，让大家真正喝到味全 A 加放心的好产品。掌声送给小凯，这里送给编导，而且藏的位置都这么好找，真是啊。不过还是靠我们小凯聪明了，那我先帮你把这个收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成功的收获到了我们味全微缩牧场的第一个重要的组件。我们请老师拿给我第一个组件啊，就是我们的草籽，也就是这个啊，相当于今天我们要通过很多关卡来收获到不同的碎片，最终就可以来定制属于你的牧场。太棒了，好不好？那我们这个草籽就先收好，这是很重要的。好啊。好的，那现在呢，我觉得咱们这边很开心，咱也收获到了第一个碎片，咱也给我们屏幕前的各位粉丝送一些福利，好不好？没问题。现在呢，就请各位在弹幕当中刷出 A 加级培育理念，我们来送亲笔签名的照片啊，赶快刷起来，好不好？赶快刷起来。那现在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呢，可以紧盯一下屏幕，因为今天呢，如果您正在通过微博来进行观看的话，也可以点进我们的天猫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抽奖。现在我们就来开始截屏，小凯，你来倒数三个数字。明白。来，随时可以开始啊。十九八三二一，行啊、嗯，呵，这家伙，第一位来向镜头展示一下啊。虽然说他刷的是我们小凯的名字，但是我觉得也得送啊，也得送，毕竟咱们今天的这个代班厂长来了，咱得送啊。好，第一位。好的，那也邀请我们第一位幸运的朋友，稍后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把您的地址给到我们，我们就把亲签的好礼送给大家，好不好？那我先把这个草籽收着，好嘞，这个我们一会儿还有大用，好不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哎呀，还有提示音，你瞅瞅，咱又有任务来了。来，小凯这边，咱牧场的这个奶牛每天才工作3%，咱们今天是一个任务接了一个任务啊、嗯。咱看看厂长任务卡，所以厂长给你派任务。哎呀，来看看吧，味全 A 加离不开全智能工厂的严格把控。味全牛乳经历了10道工序，才能够面向市场。那现在，小凯，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我们准备了一些这个工序放在流程表上，然后现在其实已经有正确的7道工序了。嗯，然后还差3个工序，需要你来补齐。如果补齐之后，就可以收获到我们的奶罐碎片。啊、嗯，刚刚是草籽，这一环节是奶罐，好不好？那现在我就给到这些选项，你可以看看，杀菌，还有4度的冷藏，4度以下储存。想象一下，第一步先是高速离心去杂质，第二步是生奶品质检验，嗯。下一步呢是均质提升口感，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4度以下储存。哦，妙啊妙！我先连线一下厂长，对不对？厂长说对，对的。厂长说对。再往下，你看，均质提升口感直接到半成品检验，那中间肯定少了一个杀菌的环节，对不对？呵，这你都知道。咱们连线一下厂长。对，厂长说对对对对。最后一个4度冷藏肯定就是在这里。因为当到要出货了，成品已经检验完成检验了，我们再冷藏一下，保持口感。嗯，可以可以啊，这个厂长在屏幕前会心一笑啊。咱们今天小凯太厉害了，我们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呢，这些工序真的是我觉得层层的把关，才能够把我们 A 加级别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比如说，我们先要去杂质，然后再检验存储，提升口感，再杀菌，再检验。其实我们看到有多次的检验。对不对？ 对， 对，所以才能够确保真正安全而且放心的好产品给到大家。怎么样？这个小凯看完这个程序之后，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味全的用心？对，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咱们味全品牌这种 A 加的这种对于产品高度严格把关的这种执着的态度，真的是非常用心，很用心。这比我小时候考试检查试卷还要认真3次检查，真是检查3遍啊！这家伙太牛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把这一份胜利的喜悦送给大家，因为我们又通关了嘛，对不对？嗯、那我们赶快味全 A 加刷在弹幕当中，同时我们也恭喜小凯收获到了我们这一轮的奶罐碎片。哇，这个奶罐
好袖珍呀，好奶罐呀，对呀，哎呦，奶奶的啊。那我们这个碎片也获取了，稍后呢也可以放在属于小凯的定制的这个微缩牧场当中。那如果您正在通过微博观看的话呢，可以前往链接点击加入到我们的天猫味选官方旗舰直播间，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互动和抽奖都会在天猫直播间完成。购买本次自然寻迹限定版的味全牛乳，就会收获到味全的微缩牧场种植立体拼图，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稍后呢，我们也会打造属于小凯的专属的牧场。那同样呢，大家也可以选择我们12瓶的混合装味全乳饮加酸奶的组合，里面包含了我们全新上市的味全五黑牛奶饮品和味全草莓牛奶饮品，还有明星单瓶简单点酸奶，或者是购买我们的12瓶味全冷藏牛乳240毫升组合，或者是五瓶冷藏牛乳720毫升组合，都可以收获到小凯寻星自然寻迹冰箱贴，还有我们的自然寻迹珍藏卡2张啊，这个是新报先得。那我们就开始送礼物。没问题，把亲签照片送出去。好嘞，哪有今天签的数量够多啊？真是，咱今天真是豪横，随时可以倒计时。好，三、二、一。好的，来看一下最上方这位，给镜头来展示一下。好的，那这位朋友呢？恭喜你，也可以私信一下我们的客服最上方的这位啊。那官方呢也会为你送上小凯的亲签照片。这个小奶罐我帮你收着。好嘞。哎呀，太可爱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趟，哎呀，应接不暇，又来了，应接不暇，怎么整？咱继续。奶牛都有97%的时间休息，对呀、啊，对吧？走吧，走吧，咱继续看看下一站，好不好？真是啊、嗯，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任务。这个任务最好是给我们难一点啊！这前两关完全没有难到我们小凯。哎，他说小奶牛我呀，也就是说这个是小奶牛派来的任务。哦，奶牛任务卡。呵，奶牛都派任务来了。他都休息，他3%的时间工作，他还有时间给咱们派任务呢。真是感谢你在百忙之中还要抽空为难一下我们啊！小奶牛我呀，虽然说每天无忧无虑，但是妈妈一直和我说，正是因为我们每天吃得好、住得好、环境整洁、心情舒畅，才可以产出味全 A 加级的生牛乳、嗯。妈妈说我们的履历很牛，所以接下来她想让你完成履历填空。哦，数独表是啊。所以这边有一个味全 A 加数独表，然后呢，如果完成数独，就可以解锁旁边属于我们味全牧场奶牛的履历。啊，这个太简单了。好的，这个数独表，然后第一个，哎，七没错。而且你知道为什么要数独表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味全牧场的奶牛都是你的忠实听众，哇，他们每天都要听数独。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打每天都要听数独啊，所以呢，他就说，那我们今天来的小凯必须把数独表给我们通关了，我们才能够把履历给大家展示。就这样会搞个谐音梗啊，奶牛挺能整活。行，咱看一下七，官方当中七三一一。可以，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揭晓味全 A 加牧场究竟它的奶牛有什么样的履历，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哎，好，730天慢母慢养，嗯，1100家项每季度自主检测生乳指标，哇，这个看着这个数字觉得很厉害，很厉害，嗯，而且其实慢母慢养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都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松弛，对不对？对，劳逸结合才能够工作更加高效，所以其实我们的奶牛也是一样的、嗯、包括我们有1100多项的检测，真的是严格，很严格。而且说到检测，稍后提前透露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非常厉害，我们稍后真的会前往他们的检测现场亲自去看一看，好不好？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们首先呢，恭喜这一环节小凯又成功的完成了奶牛的任务。来吧，奶牛亲自给自己送上了他的碎片。小奶牛，哎呦，挺无私的啊，给我们送上了他的奶牛碎片，稍后呢也可以制作在我们这个微缩农场当中。这一环节请大家在弹幕当中刷出 A 加级生牛乳啊，咱们要送亲签照片了，又送又送，哎呦天，完成任务了还得送，还得送，太开心了，太开心了，怎么这么开心啊？
超值套组打包自然，即刻享受味全一家。如果各位正在微博直播间观看的话，可以点击链接来到我们的天猫直播间，因为我们所有的抽奖和互动都会在天猫直播间完成。那现在呢，大家可以购买我们本次活动的自然寻迹限定版的味全牛乳啊，就可以收获到味全的微缩牧场的种植立体拼图，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稍后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属于小凯的专属的微缩农场，同样的可以选择我们十二瓶的混合装的味全乳饮啊，我们的酸奶组合，含全新上市的味全五黑牛奶饮品、味全草莓牛奶饮品和我们的明星单品简单点酸奶，或者是购买我们的十二瓶的味全冷藏牛乳240毫升组合，或者是五瓶冷藏牛乳720毫升组合，都可以收获到我们的冰箱贴和珍藏卡，先到先得。那现在我们就来抽奖，我来把奶牛先收好。哎，我等了3、2、1，对吧？对，等一下。哎，没有。3、2、1。哎，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是谁啊？我们来给我们的老师来看一下。大家呢可以持续锁定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啊，因为稍后呢还会有机会啊。那我们现在就给镜头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这位最上方的这位啊，来。好的，恭喜。同样呢没中奖的话没关系，后面还有机会。还有、哦、还有机会。嗯，那现在小凯我回顾一下，已经有三个关卡，然后三个拼图了，三个拼图了。有什么？牛奶，牛奶，奶罐，奶罐，还有草籽，草籽。嗯，这记忆力一看就是有和我们的位置有备而来，有备而来，这记忆力真棒。然后呢，但是我跟你说咱们这个牧场还有很多碎片任重而道远，所以接下来呢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因为我们还缺很多很多组件，大家可以通过弹幕一起给小凯来加油。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去到另外一个场景，我们去感受一下味全 A 加级别的培育理念， A 加级别的生牛乳， A 加级别的好产品的故事。那下面呢我们就先把这个镜头交给我们的产品们，马上回来哦，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哎，好，马上回来。好的，各位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现在呢我们就和小凯来到了味全工厂的流水线车间。这个其实在我们旁边就是这个非常繁忙的流水线，哇，这么多。对，正在生产包装。所以小凯之前有来过类似的生产车间看吗？我印象中的这种流水线的车间啊，可能工人会比较多。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味全的这个好像比较稀疏。是，就是印象中可能大家的那都在那边忙，对，都在什么卸货呀、装货啊之类的。但是看到这里其实还蛮悠闲的，很悠闲的啊。其实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因为其实大家传统意义上的流水线呢，一定会有很多的工人在那边忙。对，但这边大家有发现了，我们的车间呢其实人员非常少，是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在这种食品车间当中有太多的人员操作的话，难免会有这种二次污染。所以其实我们真正做到这种全自动化的这种非常干净智能的车间啊，所以说其实刚刚我们分享的10道工序它基本上都是采用的智能化作业。嗯，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我们大家喝到的味全的乳品绝对是这种安全的，避免人为操作的二次污染。那同样大家也可以发现我们的所有的操作是可视化的，嗯啊，大家呢就可以对于整个生产的结果包括我们的产量可控化啊，而且还挺好玩的，感觉这些一个个的等着最后喝到大家啊。对，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因为其实我们的工厂是预约制的，就大家都可以来参观。对，哦，未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是可以通过预约的方式来到我们的工厂，然后真正感受我们这种实力的。哇！现在呢，我要恭喜小凯，你已经收获到了我们的道具。我已经收获到了，对，因为这个道具就是因为小凯带领大家打卡流水线，因为其实说实话这种场景还是很少见，嗯，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很难会见到，但今天因为小凯来到直播间然后也带大家云打卡了，所以我们就这个礼物就直接送上了。哇，太棒了，这是一个推车，推车，还有这是一个除草的工具。是的，所以说呢咱们也把这个牛的这个食材给有了。其实大家可能也大家自己看到这种生产的这种
工厂车间自己也会放心，是非常的干净。没错，因为全程可视化，因为不光是我们左手边流水线，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在我们右手边其实还有很多是我们实验室。对，应该叫原子吸收光谱。哎呦，听就很厉害，这个听上去就发现很厉害，很厉害啊、嗯！因为刚刚我们其实有判断了，就是有三个不同的检测的阶段、嗯、所以其实我们要经过三层检测。那像右手边的这些实验室呢，他们就是为了我们的每一个实验去保驾护航啊，为了我们的高品质的乳品，为了让大家喝到真正 A 加级别的好产品，做出了领导的价值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右手边的这些实验室，包括了其实像我们的奶制品，哎，因为大家会担心比如说会不会有这种抗生素类的哦，或者是还有一些农残，因为毕竟牛要吃这种草，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这边全部都会有检测，包括这边其实你看、哦、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汞全部都进行一个检测，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完全可以放心啊，完全可以放心。为什么叫 A 加，就是它的道理。 对，咱就是 A 加级别，咱就敢说到这儿。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奶这种东西真的像我之前一天差不多能喝两三瓶三四瓶啊，因为这种喝的这种数量比较多的话，大家更要在意它的这种安全，食品安全啊。 A 加级别大家喝的放心，自然甄选买的放心，喝的也放心，太棒了。那前面这边其实也是一些实验室，包括其实这个叫做气象色谱仪，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检测这个绿农残、啊、农残，对，绿农残。然后呢，包括这边是我们的高效液相色谱，这个呢就是一些常用的比如说色素，这些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防腐剂，它全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实验分析测量进行一个科学的检测。所以说看完我们这些实验室，再看完我们的这个全自动流水线，作何感想？现在就想买几箱回去，就安全又放心、质量又好，质量又好，经过十道工序，哇，这车间也这么干净，嗯，安全卫生，好喝，天然哟，然后你看奶牛那个生活的也好，产出来的奶质也好，对，就我觉得就是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嗯，而且我们可是这个奶牛每天只工作3%的时间。对呀、啊，您瞅瞅，3%的时间产出来的奶量都足够。哎，有道理，对吧？所以说明我们这个牧场的生态环境一定也非常非常的好。嗯，所以您虽然说我们的工作比较繁忙，但是我们能喝上这么悠闲的奶，哎，你感觉你像自己去了那个牧场转了一圈似的。对，是的，嗯，甭管咱们工作有多忙，咱喝的这个奶，这奶牛挺闲的就行啊。然后呢，所以说真的，像这边还有微波水分测试、紫外光测试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让大家可以真正意义上喝到放心的、健康的、安全的 A 加级别的味全牛乳。是的，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整个车间当中还有一块是非常厉害的，哎，就是我们有真实的为大家放了一头我们可可爱爱的奶牛模型。哇，你瞅瞅这24086啊，有没有发现它其实这个编码其实每一头牛在我们的牧场当中都会有，是因为这个就像是他们的一个身份证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比如说他的这个在广阔无垠的这个牧场当中一眼就可以识别到他的生产情况，然后包括他的今天的心情状态如何，都可以根据这个编码进行检测。嗯，真不错。是的，来小凯这边。好，因为其实这个算是我们整个味全品牌馆的一个打卡景点，因为其实之前会有很多小朋友们他们其实会来到工厂进行溯源，所以说很多小朋友都会跟他打卡，我们今天也邀请小凯跟我们这个知名的打卡景点来张合影。好，来快到前方。好，可可爱的小凯配合上我们非常厉害很悠闲的奶牛。好，谢谢。好，那所以说其实在我们这边味全的 A 加的这个农场当中就会有很多很多像他一样健康强壮的奶牛，那同样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是一些未出生的或者是即将出生的这些小牛犊们，他们也将会在这里面拥抱美好的世界。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环节，我们让小凯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什么。哇，这上面是一只小牛犊，这它是吧？24086吗？嗯，对，就是它在牧场里面的状态。你猜猜它多大？这怎么着也得有个10天8个月的吧？对，没这个跟大家说，10天半个月，我掐指一算，不足30天啊，不足30天啊，所以它还没有满月，还没有满月，还没有满月，但是其实已经比大家想象中要
大很多了。对，嗯，足以证明在咱们这边的这个农场当中的这些牛，个顶个强壮，强壮、嗯、啊！但是呢，这个小牛犊它还没有名字，就是大家只能叫它24086，也挺好听的。也挺好听的，该说不说。但是呢，这个小牛犊给我打了个电话，哎，他就说，哎呀，今天我知道小朋友来，能不能让小佩给我起个名字，让我取名字。对，他就不想让别人叫他这个24086。哦、嗯，行，那我就给他取一个好听点的名字。有多好听？你看，咱们这头小牛犊呢，既然是味全甄选牧场里面的、嗯，要不就叫他全全。全全啊，有道理。全全，全全挺好吧？嗯，全心全意，十全十美，对不对啊？产出来的奶都是全心全意，全心全意，可以。天哪，这全全得开心坏了。以后呢，别的奶牛都是这个编码，然后就只有它叫全全。哇，那就直接算了吧，还是叫24086吧？行行，六六吧，不然叫行。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个给我们小牛犊也起了这个全新的名字。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也要恭喜小凯再次收获到了我们希望。哇，这是奶舍，奶舍还有栅栏，嗯，哎呦，这家伙真好，大碎片。对啊，咱们这个重头戏也解锁了啊。所以说，大家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品牌馆感受一下，是不是？其实，在我们这边的每一头奶牛都是非常惬意的，然后他们可以在如此放松优美的环境下，然后给大家产出 A 加级别的好的奶制品，好不好？那所以说，我们的流水线也参观完了，然后呢，也看了我们刚刚在这个栅栏当中特别可爱的小牛犊，还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大家分享？因为大家可能没有机会来，但是通过直播间刚刚感受过。其实我觉得大家从刚才也算是跟我们算是已经参观了一下，嗯，而且刚才也在奶牛任务卡环节呢看到了很多我们这个味全从开始到最后出货有很多道流程工序，是他们的，那包括在这里也见到他们完成工序的这些机器啊，这些工厂什么的，嗯，所以我第一个感想真的是非常用心，非常严格的把控这个产品，嗯，所以我们大家才可以喝到 A 加级的这么好喝的牛乳，真的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幸运吧，来到这一趟让我了解了很多以前不了解的一些东西。没错，我觉得大家其实也可以来一次来参观一下这个天然牧场这个工厂，可能大家自己会更加的放心，更加的觉得哎 A 加就是 A 加。是的，所以说呢，也真的再次感谢小凯带领我们，真的是参观了真实的味全的工厂生产流水线。嗯，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这个微缩牧场的碎片。那现在呢，我们就让小凯带我们一起回到我们的主会场，来打造属于你的专属微缩牧场，好不好？走，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稍后再见。好的。哎呦，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高科技。瞬间移动、嗯、对，都是我们在走的，你看，对，瞬间移动就从这个流水线回来了啊、嗯、然后呢，我们也再次恭喜小凯非常厉害，收获到了这么多的碎片和拼图。哇，这树哪来的，刚才没有见着，这真的很严谨，这个其实是我们偷偷给你放进去的。 OK OK， 很严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小凯一起来制作属于你的专属的微缩牧场。好，这个真的要考验审美功底，哇，动手能力了。这么一说突然有点害怕了。诶，我相信你，好不好？咱们今天一整个。首先这个槽子肯定是放土里的，对吧？是。所以我们先把槽子放进去。好的。第一步，先把我们的这个种植槽子放在我们的泥土当中。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拿到我们的微缩牧场的话，回去也可以 DIY 一下，还蛮治愈的这个活动。差不多了。可以。加点水。加点水，数一二三四五。行，先这样吧。你看，这还有风车呢，哇！哎呦，你想把它放在牧场哪一个地方？先放农舍吧。农舍，这个想一想，想一想，放在这个离地方近的，那你为什么呢？方便，出门就可以弄，不用多走路。你看，对，出门就可以直接工作了。对，工人说真的会写啊，安排的真好。你看奶牛，我们那个每天3%的时间工作，我们工人也3%时间工作吗？那我们还是得为奶牛打造一些好一点的生态环境，是不是？是。这个你看，这有一棵这么大的树，有一棵这么大的树，那这肯定要放在我们那个这旁边。哎，不行，挡房子了，放后边吧。哎，可以。哟，哎呦，没事，慢慢来。
没放进去，稍等啊。说到树，我考小凯一个这个冷笑话。你说，我之前有一天出门，然后碰到了一棵树，然后我就在它树下坐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你猜猜它是什么树？就我就走到这棵树旁边，我就稍微坐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这是什么脑筋急转弯吗？我要揭晓答案喽。就是虽然有点冷，但是你要配合我啊。好嘞，好嘞。其实呢，这棵树叫做褪黑树。你这很精彩，哇哦！你看，给我们整个这个哇，这评价者过分。褪黑树，褪黑树，突然感觉我这个主持生涯要结束了。评价者过分。我们这个主角来了，牛。小牛犊就放这儿吧，因为是小牛犊嘛，它得需要那个我们大家的看管，大家的保护。那成年牛，成年奶牛，我们就让它自己在外边放肆的生长。成年了，你长大了，该自由自在了。对，再来个给它来个伴儿吧，搭个伴儿，来搭个伴儿。哎，可以。好，你看我们这个小奶牛在这儿，我们得怎么着？围挡。我们得给它围一围吧，围哪儿呢？围这儿吧。可以。哎呀。这家伙把小奶牛跟大奶牛隔离了，对，得隔离一下，稍微隔离一下、啊、稍微隔离一下。好，这个产的奶呢，我们也放这儿，奶罐放在家门口。对，小奶牛每天一出门就看到自己产的奶，一想想，这都是我的得意杰作。然后这个草的工具，除草工具。除草工具放在家门口，方便方便拿。行，哇，好温馨啊！我都想去这个牧场里工作了。然后我想想，这个推车，推车，耶，怎么又倒了？把这个树，要不换一棵树，这儿还有一棵。行，把这个褪黑树给我吧。好。哎，你看这个合适多了。是合适，都倒完了，这是合适，都倒完了。那就把这个小树给小牛吧。给小牛，我觉得其实在后面可以放这个风车，是吧？我把这个小树放这儿。哎，你看，哇，生长环境啊，对，生长环境，风车，哇，完美！天哪，这审美，这构思，这风车发电的啊，真是，咱整个是一个绿色环保。对，行，可以。这个这还有个草帽，您需要吗？草帽不需要。草堆，草堆牛的吃对，这个得多吃，这个放在这儿给小牛犊多吃点。行，好好长大，好好长大。对，这还有个草肚，也给它放这儿，多来点吃的。对，差不多吧，差不多了。嗯，来吧，那我们就邀请啊，哇，你看还可以啊，可以，挺不错的，可以。那我们让小凯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然后可以跟你自己通过我们刚刚过五关斩六将获取的这些碎片打造的定制微缩牧场来一张合影。这边大家呢也可以回去截张图啊，看看多漂亮呀，这么好的这个工作环境。哎，好，那刚刚我们分享过了这个属于小凯的定制的微缩牧场，那我们也来分享分享吧，小凯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今天其实来到味全工厂给我一种新的一种概念。嗯，就是我觉得在坚持初心的同时呢，也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 A 加生活，就是 A 加的一种目标。这个目标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在自己生活中每一步都是什么，怎么有数独，哎，请问好感人啊，很催泪的环境。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在生活中要脚踏实地，然后呢每一步大家其实都是需要去挑战，努力将这个结果去把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要完成是 A 加的状态，但是结果我觉得大家可以接受不完美。是的，对，其实过程不留遗憾，这就已经是对于自己这段时间的努力的一种肯定。因为其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惊喜，哪怕是缺陷，它都是上天的恩赐。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完美和缺陷的完美组合，才可以让我们生活丰富多彩。那人生呢，也不是一蹴而就，就像是 A 加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点滴的执着，才可以成就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A 加，或者是大家喜欢的小凯。那味全是这样的，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的。那
台，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热爱的世界当中闪闪发光。那再次感谢大家对于小凯和我们魏权的支持啊！那接下来，今天呢，我们也真的是从牧场再到这个定制，哎，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阶段，还有一个阶段餐桌，哇，对呀、啊，这个很重要。是的，咱们呢，既然已经参观了这么优秀、这么安全、这么完善的流水线和牧场，那接下来最后一站，当然就是要好好的品鉴一下我们的魏权产品。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和小凯一起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奶茶 DIY 区域，来这边。好，上来这边。好，我已经想去 DIY 了。已经想 DIY 了是吧？但 DIY 之前呢，咱们今天还有一个人要跟你大比拼。好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其实小凯在这个综艺当中有自己 DIY 过奶茶，嗯、然后我们这位嘉宾他就觉得说，哎，今天呢我也可以上台，我也可以和小凯一起来参与到我们 DIY 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属于小凯的餐桌故事，开启你我的 A 加体验。让我们来欢迎魏权品牌营销负责人陈之韵女士，欢迎。Hello， 小凯你好。虽然我知道你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要 DIY， 但是还是请允许我先对你表示感谢、哎、也非常欢迎你来体验我们今天这个魏权 A 加自然寻迹之旅。嗯，好，怎么样，今天是不是充满新鲜感？对，首先这个体验非常特别，了解了很多之前不太了解的信息、嗯、哎，好，也感受到了咱们魏权品牌对于乳品品质的这种严格把控，是真的是非常的用心。是的，是的，没错，非常感谢小凯对我们魏权品牌的信任，对我们产品的支持、哎、那因为我们魏权的话一直是坚持甄选自然食材来为大家提供 A 加级的好产品。是的，那刚刚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品牌代表有没有看到我们在楼上的这个经历？看到了。刚刚小凯在上面就一直在夸赞我们流水线，是的，真的很厉害、嗯、啊！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今天也向大家发出号召，对不对？嗯、多多的来感受我们的味觉，多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品尝打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分享属于你们的味觉料理。人生的唯有美和爱是，包括我们的美食是不能辜负的，所以说注入爱的美食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沁人心脾暖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我们的品牌代表还有我们的小凯，我们一起来制作属于大家的甄选奶茶。我们来请两位来到身后。好嘞，大展身手的时候来了啊！接下来呢，我这样吧，我来负责作为这个评判，好不好？两位做好之后呢，我来进行一个品尝。好嘞，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个甄选奶茶谁做的更胜一筹。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原材料，前面呢我们准备了珍珠，然后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应该是咖啡液啊，然后呢旁边还有黑糖，哦，然后这边有一些饼干碎，还有棉花糖，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上面的像那个做奶泡的，然后旁边，哎呦，这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味全牛乳，太棒了。接下来两位就可以开始了。茶呢？这个其实是这个是茶，这是茶，这不是咖啡，这是茶叶。冒昧了，这个是茶。我奶茶的茶去哪了？奶茶的茶在哪？还好有小凯啊、嗯。好，我们开始吧。好，首先啊，这个做珍珠奶茶呀，嗯，就是随便做，就往里放一点。对、啊，就是主要是珍珠和奶茶。对，就，我觉得以我的经验，就是先放什么？先放珍珠吧。哦，先放珍珠，第一步出其不意。主打的就是出其不意啊。咱们这个珍珠也是用糖熬过的，大家可以看到。是的。真的，你很懂哎。很懂。这个是我们品牌熬了7749天的美味珍珠。是。看得出来啊，看得出来，这个质地就非常的粘稠，对，粘稠。你看看那边已经获胜了，他以料取胜，他多半杯珍珠，这太甜了。我是在拖延时间，等小凯指导我们下一步。哦、然后倒牛奶。哦，这么早就加入了我们的味全，加大概多少？加3/5，看自己需求。不甘示弱。适当。这个茶有。茶好茶，这个好像是咖啡液的东西，到底是咖啡液还是茶？这怎么？它是咖啡茶，其实哦，咖啡新物种，行行行，新物种。哎，你看看，洋洋洒洒。我们玩的就是洒脱，洒脱，就这么来。哇，天哪！你看看，
来吧，下面咯楞咯楞。行。最后啊，咱们再来点黑糖浆。哦，这还有个勺呢，这边。稍微文雅一点，不洋洋洒洒。哎，哇，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了。不敢想象一会儿将会进入到我的口中，我倒是要亲口尝一尝它是咖啡还是茶。感觉像咖啡，又感觉但是它的这个成色有点像茶。行行吧，再加点这个吧。哎，咱们那些这个冰块要加吗？待会儿再说吧。你确定加了这个还能加冰块？我随便弄一个。哦，这个一加有那个感觉了，有点那个云端之上的感觉啊！哎呦，你看看人家那边，不行，我得去捣乱了。再加点吧，加点，加点，加点，咱这仪式感不能少。你这主要没用过这个，这个是，这个是粗粮麦片吧？啊，燕麦片，可能跟我们牛牛吃的有点像。跟牛牛吃的有点像，这个是一会儿我要吃的。我们麦片粗粮健康优选。你有没有喝奶茶的时候一般会把这些捣碎，要不再捣一下，全都割了进去呗。一会儿你多尝，合着前面的步骤就是为了最后全割了吗？对，多放一点。棉花，你看看人家那边，哇，你看好好看。我不是先有人夸赞别人，我们要不要再加点棉花？再加点珍珠。再加点，行。我们用料，我们用料多取胜。对，料多取胜。我们是满杯料。对，料多取胜。我们是满杯料。行吧，那就你要吃棉花糖吗？给你来点。想吃。行行，来点棉花糖。来点棉花糖。行，你想吃几个？多多益善。先放两个吧。先放两个，可以。行，挺省的咱们这个。然后咱们再来点这个。哎呦我天，再来点。对对对。我的天。哎哎，有那样。哎，好看了。别急，还没完。这个是充当一个吸管的作用，造型上的作用。吸管的作用。等一下，行，行，你看，可以。再来点棉花糖，再来个棉花糖。哎呦，行。料多，主要是靠料多取胜。情意绵绵，我们这一杯啊，料多太丰富了吧？你看吧，哎呀，我就从这刻开始，那边已经输了。再放点果果粉，你看。不能输，要加东西了我。我就是等着小凯做完，我再看怎么补强。哎呀，好灰啊！哇，真的，这咱们这个花花也可以弄，然后这边还有这个巧克力片，上面写了味全。哇，味全，这个叫蟹钳草。哦，我之前还拍过这个。哦，哇，天哪，这一杯感觉真是，这是夏日啊，这个、挺夏日的。这个花感觉都已经夏天。哦、好看呢。对。怎么瞬间就变样了？原生态，瞬间就变样了呢？这一杯在外面，小妹得。那我可以开心的邀请小凯帮我们放一片这个吧，可以吗？那肯定的。对，我想无论前面怎么搞，这个给加。在艺术加工上怎么弄这个呢？再来点这个，我考考你，怎么弄这个？我觉得你再加点这个，你说错了，你说错了，就直接往上搁就行。哦，没想到，想不到，就挡住了啊！哎，可以，放过来这个。品牌权益的东西，你看，哦、哇，好看！一开始真的没有想到会这样，夏日美味，确实是好看，清爽。干杯！哎呀，我的好。干杯，干杯，来两位。喝点吧，你尝一尝，浅尝一下，行吧？应该是，我觉得能喝的肯定是，肯定是好喝的，因为加了我们味全，对吧？嗯、怎么喝都好喝。而且我们本身这个是本身就冰的，对，冷藏过、哦、就可以不用再加冰了。对。嗯，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全是可可粉。你还真别说，这棉花糖挺甜，是吧？可以可以，那我们也尝一下这边吧，公平起见。好嘞，咱们该走的流程得走一下。行嘞，那你注意你的评价。当然，一边是品牌吧，一边是我亲爱的小孩。嗯，这个音乐他擅自替我做主了，都不错。但是我觉得整个从
造型的维度上来讲，对对对，我觉得丰富性真的是差很多，亮多亮多亮多，确实是亮多，也好看，因为有些人去。大家也可以在弹幕当中刷出你们认为刚刚这两位怎么样，是不是制作到大家心坎当中？这个肯定是超过欧盟标准的，超过，对，这个也超过了，也超，因为都用我们的味全牛，你看，呵，厉害了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其实夏天到了，自己在家里面制作一些这种 DIY 的属于我们味全的真选奶茶，也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而且自己喝着也得劲儿，很得劲儿，很舒服啊。大家呢也可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当中晒一晒，你们是使用我们的味全牛乳怎么去做 DIY 的奶茶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回到我们的前面。好。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一趟味全 A 加的自然寻迹之旅真的非常难得。我们刚刚看了这个流水线，然后呢，通过关卡拿到了碎片，然后还定制了那么好看的微缩牧场，对，然后还制作了这么好喝，又料又多，味道又好，造型也棒的这个奶茶。那当然，今天我们还有一份神秘惊喜要送给小凯，是我们品牌这边准备的。来，哇！哇好可爱，谢谢。你看看他耳朵上的编号，有没有觉得眼熟呢？24086。哎呦，行，又是他。以后就是我叫他都叫24086。2086，我觉得挺好听的，挺好听的2086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呢？刚刚小凯不是心心念念惦记着那个牛牛一天只工作3%的？我没有啊，是他啊，是我，这个我得澄清一下，是我，我们当代社会青年还是要努力工作的，啊、但是呢，对小凯因为平时工作很繁忙，我们还是希望说把这个萌萌宠宠的小牛带回家，下次可以看到他的时候可以会心一笑，获得一刻的轻松。谢谢，只有羡慕的眼神，羡慕的眼神啊！当然也希望大家呢，真的是劳逸结合。工作再忙，也一定要有一种松弛的生活态度，对不 对？享受生活，享受工作，享受当下的每时每刻。那其实真的感受到了这个24086，真的跟我们楼上那个还蛮像的，栩栩如生。我们也希望它茁壮成长。这个它头上还是个爱心呢，你看，白色的，是的，对吧？哎，真的是个爱心，可以。那我先替小凯收着，好吧？哎，两位这样吧，我们一起拿着拍张照片，好不好？好，来，快到前锋。好的，也希望各位呢都可以像我们屏幕当中的这只犬犬啊，我们的24086一样健康成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健康每一天。好的，那今天咱们这一趟味全A加的自然寻迹之旅就要接近尾声了，怎么样？今天玩的还开心吗？开心啊，就非常有意思。感觉怎么样这一趟？还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大家传递？就今天通过今天的这趟旅程所收获到的？我觉得今天这趟旅程最难忘的就是 A 加这两个字。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 A 加也算是大家可能心里很向往的，就是完美的这种象征嘛。但是呢，我相信了，就是今天，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拿出 A 加的这种精神，去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也要去勇敢。也要勇敢的去拿下 A 加，这是我们才生活中需要拿出的态度，拿出的精神。没错，其实我觉得 A 加呢，它并不是一个标准，它是一种态度。对，它是一个过程。没错，它是一种过程，它是我们在不断的向更好的自己进行突破。就像是我们的味全，大家其实对于品牌已经非常非常喜爱和熟知了，但是品牌还在不断进行自我的超越，自然的甄选，也是希望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不断的 A 加、A 加加、A 加加加加级的好产品。然后就到 S 了 ，S 了，对，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今天小凯的光临啊，也带我们大家真的是云打卡了一次我们的味全工厂。那我们最后我们的品牌爸爸还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屏幕前的各位观众们说？感谢主持人，感谢小凯，也感谢所有的我们的用户朋友们支持我们的味全 A 加级的牛乳成品。然后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味全工厂体验参观，谢谢。是的，是的，今天呢也真的感受到我们品牌真的是太疼爱小凯了。其实我们现场很多布置都是非常非常围绕小凯，围绕大家的喜爱。也再次感谢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对于品牌对于小凯的支持。那么也希望各位都可以在自己属于自己 A 加的生活当中感受到满满的能量，然后呢也可以像我们牛牛一样开心快乐每一天。那我们的自然神奇之旅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小凯，谢谢。好的，那两位这边可以先请离场，再次感谢，拜拜。